请掌声鼓励一下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介绍一下吧。各位大家好，我叫日恒，然后这是我的朋友，叫凯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凯凯，然后这是我的朋友日恒，然后我们扮演的角色是，我们扮演的角色是披衣布袋戏的阎王跟鬼方赤命翅膀，然后我们因为这两个角色都是剧中六方其中的两方的王，那我们这次就是我是负责做衣服，然后他负责假发跟头饰的部分，对，所以就有点喘，辛苦了，很厉害，好，谢谢，对，往前摆个 pose。